小鸡现在出去把自拍杆和我的羽绒服给捡回来，鞋子上绑了个塑料袋。看到我的衣服了没？我的衣服就扔在那儿了，但是自拍杆找不着了，不知道自拍杆扔到哪儿了。雪下的还是非常深的。这个自拍杆和这个衣服都是刚才我给捡回来的，说实话我都不想给它捡。我们这个事儿不是停到了垭口上吗？然后呢雪下特别大，而且手机还有信号，然后我一想呢，这个天气它正好直播呀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喜欢看这种氛围嘛。然后呢我正好有一个信号呢，你说老号咋播都行，然后大家都喜欢，但是信号不一样啊，是不是得吸引人一点啊？然后呢我就这不得出去吗？出去了完了他说你别穿这个羽绒服，让我换这个一个。然后我说行，我说那我不是怕你湿它冷吗回来穿啊？是，我说，他说那你我说那你让我穿你的鞋，他不让我穿我的鞋，他不让我穿他的鞋。然后我要是穿这个袜子，我要穿这个袜子，然后我鞋套不上，完了我穿上咋了？他就不让我穿。那我就一生气，我就下播了，我就这手机这样一扒拉，我这样一扒拉呢，然后他一来气，然后把我的三脚架完了，把我衣服啪扔外边了，就这么个情况，这就是全部过程。你先床垫干啥呀？啊？我要拿几瓶酒。拿酒干啥呀？这么冷的天。不得喝点酒啊。你还喝上酒了，大哥。气的。天哪，啤酒有点凉呀，咱家就剩啤的。白酒你也得有啊，喝点白的还倒行，啤的有点凉呀。在哪儿呢？酒不咋没看到呀？看这里边整的，都整满了，都整满了。一罐儿够了吧？两罐儿，哎呀，两罐儿，三罐儿，够了吧？四罐，我的天，这都已经超你的量了呀！现在不太想跟你说话。我想跟你说话，不大点事儿啊，真的是。我啥事儿没有，你气得够呛，那我不得为新店铺努力吗？啊！不拍了，看一下外边雪有多大啊！一打开都屋里。明天都不，我去，白毛风呀！明天都不一定能成。关门吧，门关着，刮的都响。洪涛要出去看一下车什么样了，因为外边这风雪下的太大了。这里海拔3000多，而且风特别大。车里现在还有2个油，现在不是油的问题啊。如果雪持续这样下下去，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开得出去。下这雪有多深？已经到膝盖了，马上。这个风实在太大了。哎呀，这里刮的。赶紧进来吧，冻死了。把这收拾收拾呀，这都化了吗？这都冻上了。你的那个脸不戴口罩能行吗？哎，已经管不了这了。这里面，我去，好冷啊！风好冷啊！风刮进来了，急，赶紧上！哎呦天哪，要命啊！这鞋冻的，赶紧进来吧。外边现在天黑了，朋友们，哎呀妈呀，你看外边这风刮的多大，刮的这个房车来回的晃啊。